今天中午刚从县才回来，到我叔这了。嗨，这车这么多，一看就是在的不在的都在。张涛，我哥，我刚看我哥他们剁了个鸡。你这谁？超哥啥？指挥的吗？超哥？一个土鸡剁了，这个地方看。哇，这个鸡攒劲呢，叔家的鸡。看就颜色都不一样，你看。这鸡跟宰好三公多。这啥时候鸡？我咋没印象？就那的公鸡三万宰掉了。我说咋回事呢？三万鸡我都熟悉的很啊，那个是那个？就把钱很久了。一公斤半，两公斤，三公斤，我知道那样都。这不是宰的小黑吗？小黑吗？这是啊。那给超哥取个经。哎，我经啊，取一个。哎呦，超哥，这夏天的日子过好了吗？夏天日子过好了。今年这个账没收的话，这个衣服都没买上啊。见了网红，心情好。啊，心情好。好，一个鸡翅啊。哎，咱们多笑点吧，哥，人多。你看这个刀。剁成指甲盖那么大的，差不多。这剁上七八块的话，一人都一块还挣不太够。买点养鱼再放上。买十公斤养鱼，啊，超哥，啊，十公斤养鱼卖啥子？再拿两公斤散药吧。要么这十几个人，这个鸡还真不太够。羊肚菌，羊肚菌也行。羊肚菌在我们这也不值钱嘛，那东西便宜货。哎，这土鸡颜色越看越亲切嘛，你看看。草鸡喽，这土鸡就不用上色了，这干草就行了。土鸡一直要炒，一直炒，干炒干炒翻它。少来点酱油，一点点放上行了，稍微提点色啊。我们这就没炒糖色，土鸡嘛，然后把它炒干一点，多炒多炒多翻，把里面的血水炒干之后，鸡的香味就出来了。然后三勺子盐巴给啊，再给点盐巴，再翻它，颜色，这个调料是那个花椒粉呀，别的粉，爱来白来粉和了一块打碎的。我们一般炒肉特别香，但80%都是花椒粉。这是我哥兑好的料啊，里面生姜、小米椒，放点小茴香，西红柿放了点啊，炒就行了。一直翻，不要加水，千万不要加水啊！这是，起码没事，调料少一点。再来少一点吃原味啊！新疆草鸡炖鱼必放辣皮子啊，这是重点。炖着去吧，咕噜咕噜。从叔家的院，他们正那个鸡正炖着呢，我这样过来。老房子，这个老哥就是我北京开餐厅那个老哥。然后你看家里面的，一回来就宰了个羊，然后我们甘肃传统的萝卜菜。看这羊肉。今天啊，哎，你们今天忙了一天了嘛，招待客人这东西，乱才正常的嘛。这个灶，这以前就是小马小时候的院子长大的，你看，小马的小时候的影子都在这小马身上呢，这样嗨出来的啊。你看嘛，咋嗨咋来的呢？凉菜泡了一个茶，油香啊。来坐一块吃来个。这个萝卜菜用羊肉汤弄出来，太攒劲了。这是羊肉啊，斩劲！人家这个羊刀，哇，来一口羊排上的那个皮皮是带油那种。这个羊应该是羊香。三十三公斤。那才400块钱啊。香。萝卜菜羊肉汤做出来的啊，真香。那边刚吃完羊肉萝卜菜，这边尝个盐吧，小马。哎呀，小马一天辛苦啊。盐巴可以，粘了吧，还没那咸了，我觉得。可以，出锅的时候啊，弄两瓣蒜、葱、辣椒倒进去行了，就可以起锅了啊。稍微一烩一炒，出锅喽。这土鸡配小老窖，一个满杯，我说他们坐着宣着。小猫已经吃不动了，他们就自己吃吧。然后。萝卜菜土鸡，
这么一个鸡脖子，看到没有？这皮子真滑啊！好，今天注定完美了。我刚去的我哥家，就在我叔家旁边，是我们家以前的老院子。吃了一大碗萝卜菜，一盘子羊肉，所以有点吃不动，吃下行了。今天就是完美的一天，感恩，感恩瞧。不过我叔家也不用瞧，天天这土鸡羊肉都不断，完美了。